城和波士顿期间，江主席先后访问了德雷克塞尔大学、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。江主席在有百年历史的德雷克塞尔大学受到热烈欢迎。首先，我感谢波波大使及时校长的邀请，我来到德雷克塞尔大学参观，感到十分高兴。我带来了中国大学的师生们对你们的亲切问候，对你们取得成就表示祝贺。我高兴地获悉贵校已经决定举办孙中山系列的讲座，我希望这一系列的讲座有助于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我预祝德大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。 I hav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principal of the Drexel University and all the 江主席对许多中国留学生在这里深造成才感到欣慰，他希望年轻人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 But I also hav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feeling to that I just 江主席对辛勤培育了他们的老师们表示感谢，并为在这儿能见到校友孙博士感到高兴。 He has got the doctor degree. So that at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gain.